哇，这个味超级浓的，超热的。哇！其实这一次我大选，我们邀请蓝白绿，我们邀绿一直碰壁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就是赵少康的大哥，所以当然我们不来吗？ 还有最后一集，赶快叫赖清德、萧美琴过来。哎、欸，好啊，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来。你看，难得有那么多柯粉在这边。<笑>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你不要理他，现在海水退了，他都没穿裤子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是德德那么帅，是一定情有可原的，因为你年轻，什么情有可原？是理所当然。 民进党立委郑运鹏在这次选战中落败，不过帅儿德德浮选期间意外爆红，好儿子人气暴涨的他受邀参与贺龙夜夜秀，节目尾声还特别表演吞火才艺，让全场观众嗨翻。打招呼啊！耶！所以你们是要找儿子还是找爸爸？等下谁讲儿子？哎，你现在是台湾第一帅哥，感觉如何？我当第一帅哥很久啦。 你现在才发现吗？哦，那你有女朋友吗？我太太在后台，你觉得我会承认吗？哎，对不起，我拿到你儿子的访纲了。等一下，所以我要走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等等，那你儿子成为现在台湾爆红2024第一帅哥，你什么感想？他有爆红吗？有欸、我问你们一下。 你们手机拿出来查，你查到的就是郑运鹏，郑运鹏儿子，郑运鹏儿子的爸爸，里面哪里有我儿子？有德德啊，对啊，德德啊，德德那是你得到的德德是赖清德啊。哦，你们要的德德跟我家的德德是不一样的啊，对不对？太太最近跟我说，哎，你看你要谢谢我，我说为什么？你把小，他说我把小孩照顾的那么好，我就唱歌给他听。 啊，你也会唱歌？对，会啊，唱歌给他听。Hello，你好吗？衷心感谢。哎，我小心一点，在这个舞台上唱歌会选不上。但所以我败选的时候才在这边啊。您喜欢动漫文化 ，ACG 文化是众所皆知的。嗯，所以这一次儿子爆红，我觉得你在最上面发文好像有一点吃醋，我们就合体。 送你一个轻小说，叫做《我的儿子哪有这么帅》。<笑>大家觉得比较帅的是这边嘛？啊，这一本是什么？轻小说。对，是几个轻小说。哦，我可以翻一下吗？可以。哎、欸，这笔记本嘛。<笑>对，我觉得你是死亡笔记本哦。哇，那你想要写谁的名字上去？哦、我写下去还得了？<笑>所以大家觉得帅吗？ 这个帅了哈，你其实很介意吧？我很满意，什么很介意？没有，因为放空白的是因为你很会画画啊。我很会画，对啊，所以我也准备了一个礼物要送你。哎呦，嗯，既然要帅嘛，也要让贺龙帅一下，对不对？哇，哎哎，哇，哇，你刚在后台画的吗？对啊，像吗？像要比吗？啊，哇，你刚刚。 这我刚画了，这样刚画了，大家觉得像吗？很厉害耶！有没有比贺龙帅？有有。那你可以比一个一样的姿势吗？他比五是什么意思啊？对啊，五。天阿伯啦！感谢感谢。来来来来来来啊！谢谢委员，谢谢。我从小的志向就是当脱口秀主持人。我知道，正想问你这件事情，我就是看你们合不合格。所以说你想来当台柱？你们没看过那个《鬼灭之刃》吗？嗯，我就是柱啊。啊。 台柱，哦，小心被换柱哦。<笑><笑>不错哦。哎，这样下次我邀请你。哎，拜托邀请。好不好？下次我邀请你啊。我认真问你一题好不好？好其实这一次我大选，我们邀请蓝白绿，我们邀绿一直碰壁，到底是为什么？不是因为你就是赵少康的大哥，所以当然我们不来吗？但是如果你早一点找我来。 干市长不是开玩笑的，我一来大家都来了，你会不会觉得太晚了？剩下一集了才找我，一定让你相见恨晚。助理跟我说，哎，新的这个平台上面，翠上面是好像这个适合写废文，嗯，我就跟他说，我就不信，像我这么认真正经的写手，试试看，哎，你看果然还不错。
应该这个时间我看一下哈，应该20万了啦，还好啦。哇！你是真的有在跟蔡英文、赖清德竞争呢？他们有我多吗？没有，他们真的没有你多哎。有啦有啦，蔡总统有，他好像26万吧。哦、oh. ，反正他520就卸任了嘛，我超过他还是刚好而已啊。可是你的文比较废，比较好笑。我觉得总统他有另外一种幽默。哦、oh. ，对，我们看不懂而已。还是你帮我一下，我还有最后一集，赶快叫赖清德、萧美琴过来。哎、欸，好啊，我觉得他们是应该来。你看，难得有那么多柯粉在这边。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你不要理他。现在海水退了，他们都没穿裤子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吗？我太了、欸……没有，我们不是柯粉多吧？支持郑运鹏的那点声音好不好？还不错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们不是柯粉，我们是月月鸟粉。支持得得的，来一点掌声好不好？哎、欸，好大，还不错哎、欸。那我赖一下清德。其实德德那么帅是一定情有可原的，因为你年轻。什么情有可原？因为其实你年轻的时候也超帅，是理所当然好吧。好，理所当然。我们找到一张照片，是你年轻的时候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看一下。哇，好帅哦！我觉得应该有比你儿子帅耶。这是四大天王等级耶。你就不要讲觉得，你就说我，你比你儿子帅就好，还觉得？大家觉得谁比较帅？你有点迟疑了，你看，他们迟疑一秒钟，就算是我赢了。因为最后照惯例必须要表演一段才艺。我没带比基尼，抱歉。跟大家讲一下，郑运鹏的幕僚告诉我一项才艺，是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夜夜秀来的政治人物最酷最强的。你说你会表演吞火？真的假的？吞火。平常都在喷火，有时候吞一下也是刚好而已啊。OK， 哇，好烫火！哇，会烫哦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那火好大哦。他是这样准备好了吗？哎、欸，好恐怖、哦！老板，哎、欸，你一定要选市长啊！啊，这个风，等一下，这个风向是对的吗？风向是对的 ，OK。哎、欸，那个瓦斯味超级浓的，超热的。哦、好像，真的我哈，真的我，真的我，真的我，你真的会吧？高玉鹏哥，这个手不要遮住你音哦，好，好。哇！太可爱了！会烫吗？啊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要亲一下吗？这里不会烫。不用不用。各位观众，掌声给郑玉鹏。